放逐的所有期望和恐惧。全军出击。Hello, it's me.完了，失败了，只补到了几个，这咋办啊？一波兵还波比干啥呢？波比，你今天不动我不传啊，你今天不动我不传了，我看你怎么玩啊，你动了我再传。你要干啥呀？这波比是真牛皮，妈一波兵不要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帮人不当人呐、简直不当人呐、我操！真牛皮。兵线都不要，这波比，哎呦天哪！三个闪现，我操了！行吧，咱也不算很亏，可以接受。你是真是保镖啊，啊，进塔呀，你咋那么狠呢？给我踹死他。炸！左扣吧，这波好像这线儿不好推了呀。这坏了，这波死的没啥意义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死的完全没意义，这种毫无意义的死亡最好是不要有，你知道吧？最好是死的时候我们能拆塔才能行。我下把再来一把啊，偷几把，我再偷一把。下把我再来一把。起。挺幼啊，炸，行嘞，推，哎，这波怎么回事啊？
这怎么又是波比杀的呢？啊？日炎吗？迭代没有必要。没事，带下户给我冲！啊！耶！呀哈！他们所说的怜悯，对我而言只是懦弱。还是得送死，我一看。往上拆没了吗？这快拆没了，还剩最后一个塔皮了，马上让我拆没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。我的尸体可以开技能吗？开技能掉血快，一样的，其实差不了太多。起。哎呦，这扣没中！我操！啊，老司机应该出那啥？老司机应该出那个暗行者之爪。我操！哎，嗯，哎，刚才为什么没有创造塔呢？正常创防御塔能给防御塔穿点血来着，怎么没创造防御塔呢？想吃我的塔皮，小波比，啊！我这。想抢我的阴血塔，不给！我
我把你爸给你打了，我让你再，我让你再来啊！你还上瘾了，你来，我给你打死你！真以为我没有用，小伙子啊！真以为我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你别看我死这么多把，但我都是塔杀的，我们都打出赏金来了，你看着没有？我要把二塔推了。功能大于形式。这 Q 的命中率稍微差点意思。哎呦我操！要摸一下，要摸一下！哎呀，简直了！剩他妈十滴血，我操了，我都服了。剩十滴血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人形既然完美无缺，何必还要继续进化？拆了我两层塔皮，战斗进程无响应。我不可注销。这么的啊。这波波比指定还往上走，我们来一波反其道而行啊，我们去波中路，这不能捡灯笼啊，我操，这变尸体不让捡灯笼是什么操作呢？我老壳子疼。我们先杀这乌鸦得了，哎，先杀 ADC 呀、啊，哎呀 ADC， 先杀 ADC。来攻速还吧，感觉这皮还不行啊。整个攻速还
路，让我进化。拆波下路吧，帮他们，嗯，帮他们把下路的塔给他拆了。偷一波下路塔，冲啊！真肉啊，这波比！哎呦我真肉啊，那能投降吗？投什么降？有什么好投的？虽然我死了十二把，但是你们22-12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啊，好意思吗？那人马，好意思还投降了？好意思？好意思坏了！我看看啊。你是我送的，哎，那蓝枪2-5是我送的吗？那银马262是我送的吗？我死了12把，虽然，但是我有多少把是塔杀的？我送的，啊，我2-12、5-12都是塔杀的，然后就变成我送的了，是不是？这家伙玩个老司机呀，真是不容易。送两波防御塔，还得让人那啥啊，还得让人说送人头，自己打不过，然后赖我。我看看啊，这波不能去中了，这波我们去上路吧，上路二塔拔了。拜拜，拐弯！哎呀！你这就这么一个让我尸体打死的艾克能高的赖克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别玩这英雄，随便玩一玩吧，只是运气不太行，也导致我们失败了，这也比较正常。下把我再偷一把，我来个收集者吧。谢谢包子、馒头和烧麦的10个半卡。在我的轮下，人心将片甲不留。再见！这女枪是谁给你的勇气过来找我打的呢？嗯？九头蛇呀，也行，其实都行吧。哎，我出啥他其实都一样，我出啥他们也打不过。不投，
没用啊。拜拜。我看看，如果这老司机没有小兵的情况下，能打多少血啊？还可以啊，一回能打半管血，还可以接受。不好意思 ，MVP 我拿走了。真是不太行，真是弟弟呀、啊。